精准开展摸底排查，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，将可能接触的人员全部纳入筛查范围，严格排查，把所有密切接触者、次密切接触者、一般接触者一个不漏的全部查清，全部管控隔离到位，对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的接触人员开展流调，做到应隔尽隔、应检尽检。坚决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。截至目前的最新数据，全面排查2005人，追踪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290人，均已按照要求采取相应隔离医学观察。